郭富城朝府底台周末公诞。哇，什么奇装异服，这叫超好吗？天王郭富城今晚来台，一头白毛短裤配短靴，哇，超翻啦！出场果然不一样，立刻被粉丝媒体包围。传承这次来台是为了本周六日在台北小巨蛋举办的演唱会。他去年底在香港红磡连开17场的武林盛宴演唱会，本周展开世界巡演，台湾是传承的福地，当然列为安排在台湾，就是进行我们第一站的演出。所以我们对这一次演出也非常重视。传承暌违3年来台开唱，阵仗浩大，光是舞台道具就动用10台货柜车。我们把整个香港的演唱会，接去年的17场的一个演唱会，然后这个变形金刚的舞台，完全是整队的所有大概是100多个我们的员工，然后一起到台湾。回到台湾来去演出，我们有30多个舞群，就陪我一起过来去演出。武林盛宴主打变形金刚凌空舞台，还会弹簧床上展舞技。但香港演唱会曾发生机器秀逗，害陈晨摔得屁股开花，因此这次特地投保1亿元，要在台湾观众面前做最完美的演出。也希望大家看到这个舞台之后，会相信我们这个演唱会，郭富城的演唱会是要保重。苹果的新闻莫忘神雕报道。